你居然会飞仙界，京城的书童娘都未必会。只要有心，就能学会。好看吗？特别好看。可惜再好看，也只能在房里让你一个人看。在其他人眼中，我还是那个怜香惜玉的花公子。挺好啊。 我就希望把你藏起来，只有我一个人能看。真的？假的？我恨不得全天下的男人都看见你，然后告诉他们，这个大美人是我宁玄州的。我发现，自从揭开你指挥使的身份，你整个人都变了。变怎样？ 变得又任性，又有点坏。哦，那不叫变，从前我那都是装的，这才是我本性。真讨厌！怎么了？哎呀，被你给打伤了，又装模作样。别打手。 小轩，你想不想？嗯？想不想？